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我是孙晨天。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二，先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省内天气的信息。今天和昨天的天气差不多，全省有云也有阳光，大部分城市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在暖气团的努力下，温度会继续回升，早间全省的最低气温都会回到-10度以上，在-8到-2度之间。白天升温显著，全省最高温照比今天再会升高1到6度，最暖的大连葫芦岛可达到这个温度是8度。这个还有就是本周里最暖的一天啊，升温离不开南风的助力。今天大部分城市西南风还在，整体看这个体感暖意会再升一个台阶，但要注意的是今天风力不小，外出要注意防风以及用火的安全。好，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关注7点之后的气象预报。国行公祭，四我伤胞，昨天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祈愿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在象征着白山黑水的序厅内，众人队列齐整，秉烛祈祷，为死难同胞默哀。默哀毕，学生代表齐声朗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铭文，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声入耳，直击人心。宣誓和表达，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以及期盼世界永久和平的美好心愿。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奋发图强，让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人们将手中的鲜花敬献给死难同胞，寄托哀思。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平顶山惨案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平顶山惨案，珍爱和平，牢记历史。在鞍山、本溪、盘锦、营口等地，人们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等活动，祭奠死难同胞和先烈，共同追忆那一段困难深重的历史，传递出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信念，希望爱好和平的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过去的苦难和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和担当。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葫芦岛市实验高中、营口市雷锋中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以史为镜，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坚持不懈，奋发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本台综合报道。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浏览国内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我国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已7年，累计向北方调水494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近一年的径流量。这项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实现了水往高处流，让几百万人彻底告别饮用高浮水、苦咸水的历史，让1.4亿人的生活得到改变。截止目前，全国适龄公民累计175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780亿株以上。为凝聚国土绿化的全民力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日前发布的“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十四五”期间将分批建设10000种左右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加快开发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家政、托育、养老等民生需求紧缺领域专业教材和对外开放需求的专业课程教材。我国冷链物流领域第一份5年规划“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建设串接主产区、主销区的四横四纵送冷链物流骨干通道，建设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支撑体系4个体系。
到2025年，我国将初步形成紧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好，来关注本轮疫情的最新情况。昨天下午，浙江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自12月12号下午3时到昨天下午的4时，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4例。自12月5号以来到昨天下午4时，浙江省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2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另据最新消息，浙江绍兴发布通报，12月13号的0时到21时30分，绍兴市新增确诊病例37例，其中上虞区36例，越城区1例。再来看黑龙江省的情况，12号，讷河市在对重点人群核酸主动检测中发现5例初筛阳性人员，闭环转运至齐齐哈尔市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昨天经专家组综合研判，诊断为1例为确诊病例，为普通型，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经初步流调，上述5人均为讷河市长发镇建设村的村民。从昨天6点起，讷河市长发镇建设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再来看内蒙古方面，昨天的0点到14点，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3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7例，现有确诊病例505例，治愈出院病例32例。本轮疫情确诊患者中呈现出年龄跨度大、基础疾病多、特殊患者多等几大特点。在已确诊的532例患者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仅有3个月。其中60岁以上的85例，80%都有不同程度的基础性疾病。14岁以下的儿童占到49例，24名危重症重症病例平均年龄达到72岁。24例危重和重症病例里面，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或者说没有完全全流程的接种下来，这个原因比较多啊，也。有好多这个禁忌症啊等等不能接种，这个呢也可能是导致他们呀转化成重症的一个原因。此外，确诊患者中还有孕产妇、精神疾病患者、癫痫病患者、癌症术后患者，病例年龄跨度大、基础疾病多、特殊患者多，也加大了此次医疗救治难度。我们在救治中间就需要专业的妇产科呀、儿科呀、精神科的医生对他进行一个对症的基础性的治疗。那么你如果没有专业的医师对他进行治疗，光是一个这个传染科的医师他是不行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局面，短时间内地方又这么小，医疗条件又不富足，要想对这500多例新冠感染者进行一个有效的救治，难题是非常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许洪志介绍，满洲里疫情发生后，国家第一时间派出指导组抵达满洲里，指导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调集了一批国内顶尖的呼吸重症、院感等方面的专家，实地开展医疗救治工作。为解决医护人员短缺，内蒙古自治区从全区调集了2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满洲里，同时开辟了紧急采购通道，短时间购置了大量救治所需的医疗设备。截至目前，满洲里口岸救治医院已从最初的120个床位2个病区扩容至500个床位10个病区，同时启用了呼伦贝尔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和呼伦贝尔第二人民医院2家备用医院，284名确诊患者已被安全转移到这2家医院进行救治。国家自治区和当地的医疗专家在一起呢，每天开始联合查房，一人一车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同时呢对他进行一个心理指导，坚持的中西医结合。这个重症患者呀，他往往都伴有非常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对他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多学科联合诊治。那么通过这么一些方法呢，我想啊，我们一定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好，再来看天津。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12月9号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诊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基因感染者系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据悉呢，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再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3号公布，截至当日的零时，香港新增2例新冠肺炎输入病例及确诊2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90例。另外，昨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版防疫手册发布，手册规定所有来华参加冬奥的人员在华期间将全程实施闭环管理。这份防疫手册将帮助运动员、随队官员和所有其他涉奥人员最终确定前往和抵达北京的计划，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的时间安排以及离开中国的时间。此外，最新版手册就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闭环管理、住宿、交通、餐饮、核酸检测、健康监测、密接管理以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转换期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手册还包括注意事项部分，有助于指导利益相关方顺利度过赛事期间的每个阶段。好，咱们休息一下，第一时间马上回来。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葛洪药膏一剂药浓缩2两膏，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风湿骨痛、肿胀痛，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慢性腰腿痛、反反复复痛，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腰痛、腿痛、关节肿痛，痛痛痛，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你的风湿骨痛，葛洪药膏正适合；你的慢性腰腿痛，葛洪药膏正适合。腰痛、
腿痛、关节肿痛，葛洪药膏正适合。葛洪牌桂龙药膏，去掉多余的繁杂，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简纯酸奶零添加蔗糖，怕蔗糖喝简纯。简纯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乳业。我的腰腿我做主，捉筋腱腰保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去掉多余的繁杂，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简纯酸奶零添加蔗糖，怕蔗糖喝简纯。简纯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乳业。北京时间6:46，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进入今天。最近在河南的郑州的公交司机邢师傅在清理消毒车厢时，看到地上撒了很多的黑米粥，他正苦恼着怎么擦干净时，突然发现了一张纸条。原来呢，一位中学生不小心将早饭撒在了车上，刚好又没带纸巾，只能写下小纸条来表达自己的歉意。幽默的是，这位学生还在落款处画了两个鞠躬的人哈。这个邢师傅说了，看到他的字儿啊，非常的暖心，敢于承担责任就是好样的。是啊，孩子做的真是没错，画的也很真诚。要是这个字儿再练一练，那就更好了哈。好，第一时间新闻继续。最近沈阳市商务局为市属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签发了我省首张出口欧洲斯洛文尼亚的二手车出口许可证，首批合同金额达80万美元。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我省二手车出口实现零突破，也开创了我省汽车整车出口新模式。根据商务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通知，国内有包括沈阳在内的20个城市获批成为第二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地区。经商务部批准备案，沈阳市有4家企业取得了二手车出口资质。我们从提报申领二手车出口许可证的材料到我们拿到二手车出口许可证，一共用了1天的时间，非常的快速。下一步，市商务局将大力推进我们二手车的出口工作，会同公安、海关、税务等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以确保我们二手车出口各个环节的顺畅，助力我们沈阳汽车产业的消费升级。记者童浩、刘超报道。2017年9月，经省政府批准，原辽宁省博物馆及综合业务楼移交沈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作为沈阳博物馆的馆址。经过3年的修缮改造展陈工程，沈阳博物馆终于具备了开馆条件，即将在12月21号正式开馆。昨天第一时间，记者探营即将开馆的沈阳博物馆，看点多多，咱们先睹为快。走进沈阳博物馆，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着，主要是对3个楼层各个展厅布展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保洁人员也对博物馆里各个角落进行着清洁。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这个相关的设备设施的检测啦，运行的一种运行检测，还有这个保洁及这个相关的讲解人员的培训，我们现在都在紧锣密鼓的正在加紧这个进行，这也是为了保障这个在21号开馆的时候呢，给市民一个全面的展示。全新的沈阳博物馆是一座全面反映沈阳地域历史文化的综合类博物馆，共有文物2535余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辽代金面具、明嘉靖款青花云龙祥凤云鹤纹盖冠、明宣德炉等等，3个楼层均有展览展出。1层是作为故宫的馆藏的精品文物展，分为这个故宫的馆藏的宫廷的珐琅器展，还有就是宫廷的藏着家具轻式家具展，这两个精品展是故宫也是很少拿出来展览的。这次珐琅器展应该是在沈阳市是第一次展出。沈阳博物馆2层为沈阳历史陈列馆。
展览分为沈阳源流、天卷圣经、近代风云三个展厅，将沈阳十一万年来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三层设有两个展厅，辽河流域博物馆馆藏精品荟萃展及辽河流域21家博物馆的450余件套高等级文物，讲述了一条大河的万千人文气象。沈阳博物馆藏明清民窑青花瓷展则通过240余件套瓷器，将人间烟火气体现得淋漓尽致。目前沈阳博物馆的百万收藏计划正在进行当中。热心市民很多，大概送来的资料大概有几百件，我们正在进行整理，我们预计在5到10年内收藏将近100万件的这个，就是沈阳老百姓的，就是反映沈阳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老物件。此外，沈阳博物馆正在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欢迎热心市民、企事业单位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到博物馆的发展建设中。记者童浩、刘超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12号确认，截至当天的清晨，美国中部遭遇龙卷风袭击的6个州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当地时间的10号夜间至11号的清晨，美国中部6个州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龙卷风已造成80多人死亡。随着救援工作展开，死亡人数还在上升。肯塔基州在这次龙卷风袭击中损失最惨重。肯塔基州的州长11号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联邦政府将向肯塔基州提供援助。今天的新闻上半场就是这些了，稍后主播高维聪、小明将为您开启新闻下半场，别走开，第一时间精彩继续。翻来覆去，入睡难，睡眠有障碍。试试朗逸心、本草静心、汉方安眠，6.6元，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早醒多梦，睡不好，睡眠质量差。试试朗逸心、本草静心、汉方安眠，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朗逸心、四物本草、静心安眠、汉方精华，改善睡眠，专为睡不着、睡不好等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211，一盒20粒，价格6.6元，给您包邮送到家。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翻来覆去入睡难，睡眠有障碍，早醒多梦，睡不好，睡眠质量差。认准朗逸心，改善睡眠，营养屋。睡不着，睡不好，早醒，易醒，易多梦，睡眠状况不佳问题不容忽视。试试朗逸心，改善睡眠。朗逸心专为睡不着、睡不好等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酸枣仁、五味子、茯苓、百合、四物本草、静心安眠、汉方精华，改善睡眠。现在每一个关注睡眠质量的人，拨打电话400-186-1211，10天量6.6元，10天只要6.6元，还给包邮送到家。对，现在拨打400-186-1211，一盒20粒，价格6.6元，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睡眠有障碍，睡眠质量差，认准朗逸心，改善睡眠，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早醒多梦，睡不好，中老年人睡眠状况不佳问题不容忽视。睡眠有障碍，睡眠质量差，试试朗逸心，改善睡眠。朗逸心专为睡不着、睡不好等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酸枣仁、五味子、茯苓、百合、四物本草、静心安眠、汉方精华，改善睡眠。现在每一个关注睡眠质量的人，拨打电话400-186-1211，10天只要6.6元，还给包邮送到家。祝睡眠好，不服老，祝睡眠好，精神好，祝睡眠好，心情好，生活乐逍遥。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211，一盒20粒，价格6.6元，就能用10天。睡眠有障碍，睡眠质量差，认准朗逸心，改善睡眠，营养屋。亲爱的老风湿、老骨痛患者，您还好吗？您那类风湿握不住筷子的手，您那老风湿爬不了楼的腿，您那老骨痛直不起身的腰，现在都好些了吗？如果您还在忍受风湿、类风湿、老风湿、老骨痛的痛苦，您不妨试试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风湿骨痛时间久，疼痛重，老反复，治疗需要对症用药，试试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别让风湿骨痛影响生活和行动。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风湿、类风湿、老风湿、老骨痛，快用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把好日子找回来。我的腰腿我做主，捉筋腱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益安宁丸，始创于香港，传承三个世纪，精选道地名贵药材，荣获国家专利保护，130余年专心做好药，治疗胸闷、气短、失眠、乏力等症状。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欢迎走进第一时间节目的下半场，我是高一聪。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小明，来看一看今天辽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好的，伟聪，来关注天气。很多朋友都反映今年冬天不太冷，大家的感受是对的。去年12月中旬已经有连续几天的最低气温接近了-20度了，但是目前来看呢，今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早上的白天呢，庄河、岫岩是大雾转多云，白天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不妨碍今天成为本周最暖和的一天。在暖气团的努力之下呀，气温会继续回升。今天早上全省的最低气温都会回升到-10度以上，白天呢继续升温1到6度，最暖和的大连葫芦岛地区会达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是4到7度。那升温呢离不开西南风的助力，但是今天的风力可不小，像大连、营口、盘锦地区是5到6级，其他地区的风力呢也能达到4到5级呢，所以外出要注意防风了。那最近啊，冷暖空气交替非常频繁，
今天升温了，但是明天开始气温连降三天，这股冷空气呢对辽宁的主要影响时间是在周四周五，尤其是周五哈，是本周最冷的一天，外出要做好保暖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气象万千用心记录。昨天啊，锦州女儿河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次结冰，冰是心情可以把握，了解全省的天气变化。活感成熟超高产的红硕 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沈阳晴，6到0下10度，明天降温5度。大连多云转晴，8到0度，明天降温2度。鞍山多云，7到0下4度，明天降温5度。抚顺多云转晴，5到0下11度，明天降温3度。本溪多云转晴，6到0下8度，明天降温4度。丹东多云，7到0下5度，明天降温2度。锦州晴，7到0下6度，明天降温4度。营口晴，7到0下6度，明天降温4度。阜新晴，4到0下11度，明天降温3度。辽阳多云，7到0下7度，明天降温5度。铁岭多云转晴，5到0下9度，明天降温5度。朝阳晴，6到0下1度，明天降温3度。盘锦晴，6到0下5度，明天降温4度。葫芦岛晴，8到0下7度，明天降温5度。今天全省升温1到6度，明天开始降温2到6度。好，我们了解完天气的情况，我们开启下半场的新闻之旅。首先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3日16时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062033例，累计死亡798218例，两项数据与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病例146995例，新增死亡病例933例。再来看，据印度媒体当地时间13号晚间报道，印度古吉拉特邦突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9866例，累计死亡达19964例。当地时间13号早间，印度卫生部公布的古吉拉特邦的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为10098例。关于该邦突增近1万例死亡病例，官方还没有具体的说明原因。我们再来看东海海域啊，连发险情，10名船员成功获救的消息。12月11号。东海海域连发险情，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指派3架专业救助直升机连续飞行4个架次，分别在上海和厦门海域将10名遇险船员紧急送医。上午9点30分，距离上海高东机场东北方向约110海里处，一艘浙江籍渔船作业时机舱不慎失火，船上14人遇险，其中11人逃生，3人失联。逃生船员暂时被转移到一同出海作业的另一艘渔船上，其中6人烧伤亟待救援。经过长距离飞行，救助直升机于11点15分到达指定海域。由于航空器机舱空间有限，悬停作业窗口期较短，机组人员优先转运伤情最重的3名船员。手抬起来，手抬起来，对对对对对。很快，另2架救助直升机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救起剩余3名船员，先后送医救治，其余5名伤情稳定的伤员则由渔政船接走。目前3名失联船员仍在搜救中。同一天，在厦门机场以东130公里海域，一艘运沙船失联沉没，4名船员弃船落水。10点46分，救援直升机抵达事发海域，发现落水人员趴在海面的船只杂物上，救生员在风浪中实施营救。通过吊运的方式，将4名已经出现低温症的落水船员救入机舱。经检查，有2名船员身体受伤流血，机组人员将伤者送至附近医院救治，最终4名船员都脱离生命危险。
同样是一则寻人救人消息，在前几天，葫芦岛的一则寻人信息不断地在当地的朋友圈刷屏。信息显示，要找的是一名90多岁的老人。得知消息，新城北斗应急救援队的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来，顶着寒风参与到搜救老人的行动中来。根据老人家属提供的线索，老人患有间歇性小脑萎缩，已经走失将近20个小时了。考虑到老人90多岁了，再一个现在，冬天也比较冷，对不对？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队员兵分三路，一组队员查监控其他的呢就在这个老人走失的路段进行这个寻找包括和一些路人在这块打听。夜幕降临，大家越发担心老人的安危。兴城市北斗应急救援队加紧搜寻，最终在12月10号晚上20点左右，在102国道金鸡岭附近找到了摔伤的老人。你没事，没事，人找着了，别哭了，没事，别激动，一边拍一边能照，这不好好的吗？没事，这你们给拿电视坐着这干，没事啊。事后，老人家属向兴城市北斗应急救援队赠送锦旗，表示感谢。最近，河南郑州的刘女士把攒了半年的瓶子随机送给了一名陌生的老奶奶。她说自己一直呢都有攒瓶子的习惯。那么，她为什么把辛苦攒下来的瓶子送给素不相识的老人呢？攒了半年的瓶子，我要找一个幸运老太太，然后送给她。奶奶。你要不要瓶子呀？小时候就有攒瓶子的习惯，然后正好刚到这个地方住了半年，也就攒了半年的瓶子。就是攒瓶子的时候其实也挺快乐的，因为我在攒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会送给别人，然后想要让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陌生人就也会那么开心，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大连看一看。明年2月4号，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经过精心的策划彩排，12号下午，大连市冬泳爱好者在星海湾畔举行了一场花样冬泳表演，迎接冬奥会。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现场看一看。这场花样冬泳表演由大连市冬泳协会冬泳俱乐部主办，共有80人参加。大伙儿虽然都有多年冬泳经验，但是搞花样冬泳表演还是第一次，都做足了准备。50个人下水摆队形，有10个人呢举行这个大旗，还有一些个其他工作人员，包括船救护，包括摄影。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彩排好几次了，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非常非常高兴。50名下水队员分成5组，每个人身上都绑上气球，队员的衣服和气球的颜色和奥运5环颜色相对应。当天恰逢大风降温，气温在-1度左右，水温只有9度。虽然寒冷，但是大伙热情不减。下午1点半，表演正式开始。冬天的好不容易，好，下水了，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约5分钟的时间，大伙完成了表演，迅速游回岸边。虽然很凉，但是呢，我们天天游泳也适合这个水温了。今天上去表演了，很成功，体现了我们冬泳人健康快乐。冬泳会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健体。我们今天这个冬泳活动也是为了强身健体，通过这个活动迎接冬奥会的到来。北京冬奥，大连冬奥，北京冬奥。休息一下，第一时间马上回来。骨密度减少，骨骼不强壮，关节缺失润滑液，软骨易磨损，骨关节不健康，试试骨比例。
骨比例六大营养素，氨糖、硫酸软骨素加透明质酸、钙、维 C 加锰，三加三科学配方，增加骨密度，养软骨，润关节，三合一，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而研制。现在每一个关注骨健康的中老年人，拨打电话400-186-2328，七天量六块六，六块六给您包邮送到家，亲身感受用七天，每天不到一块钱。现在拨打400-186-2328，一瓶28片，价格六块六。骨比例，助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关注骨健康，认准骨比例。营养屋，骨密度减少，骨骼不强壮，关节缺失润滑液，软骨易磨损，骨关节不健康，试试骨比例。骨比例六大营养素，三加三科学配方，增加骨密度，养软骨，润关节，三合一，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而研制。现在每一个关注骨健康的中老年人，拨打电话400-186-2328，只要六块六就能用七天，还给包邮送到家。对，现在拨打400-186-2328，一瓶28片，价格六块六，亲身感受用七天，每天不到一块钱。骨比例，助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关注骨健康，认准骨比例，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颈、肩、腰、腿发出的警报忽视不得，中老年人骨密度流失大，关节缺失润滑液，容易引起骨骼不强壮，软骨易磨损，骨关节不健康。试试骨比例六大营养素，三加三科学配方，增加骨密度，养软骨，润关节，三合一，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而研制。现在每一个关注骨健康的中老年人，拨打400-186-2328，一瓶28片，价格六块六就能用七天。祝健康骨关节，轻松生活乐无边。祝健康骨关节，无忧无虑每一天。骨比例，助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关注骨健康，认准骨比例，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欢迎回来，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我们来聊聊做饭。咱们东北大米啊，口碑挺好，又糯又香。12月12日，2021第二届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区总决赛在鲅鱼圈举行，现场那叫一个香啊！那到底是怎么个比法呢？我们去开开眼吧。41位主饭师均经过专业培训，按步骤对入围综合组和优质产区的82份米样进行淘米煮饭。30位专家评委对现场制作的米饭香气、外观、味道、粘性、软硬程度等进行综合品鉴，现场无记名投票。大赛包括米食味测量、大米感官现场品鉴，参赛者全程公开监督等环节，严格执行国际米食味大赛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最终15个参赛企业获得综合组金奖，21家参赛企业获得优质产区组金奖。这个大赛呢，首先这个主要是把我们中国的好的大米能够通过这个大赛挖掘出来，像我们营口地区的大米，盘锦这一带著名的产区了，那这些大米都是属于这种筋稻，它本身就有这个糯性，有软弹这种效果，所以这个是全国人民都愿意喜欢的大米。那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想的是能推出很多的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种、优质的大米品种，让好的大米有好的价值、有好的品质、有好的消费者。除主会场激烈角逐，本次活动还设置了营口礼物特色产品展、全国营口优质大米品牌展、乡村振兴全媒体会客厅、参赛米样线上预售、云端电商直播等分会场和互动场景。为方便广大市民逛展，分会场将延续至农历新年。吃罢香喷喷的米饭，我们继续寻味之旅，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喝过桥米线，面弹汤鲜味儿足。那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走进生产车间去看一看。咱们家米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料好。首先生产是我们用东北大米挤压成型成为米线的，而且我们东北的大米是生长周期长，养分足，味道香，吃起来有嚼劲儿。东北大米好，老铁都知道，但有几家能用当年收割的大米做米线呢？在这儿就是这么豪横。虽然隔着口罩，但是整个房间还是充斥着米香味儿，就像是我们刚做完这个米饭，掀开电饭锅，我们能闻到房间里充满着米香，光闻这个味道我就觉得已经饿了。你饿不行啊，咱妈不让你吃啊，他们最担心的是健康，毕竟有的个别商家在米线里用了添加剂。这就是我们用东北大米挤压出来的成型的东北米线，是我们没有任何一点添加剂的，包括胶和其他的一些化学的其他东西，所以说我们家的米线吃起来健康安全营养。东北大米品质宝，没有添加，营养好，汤料也得仔细瞧，味美浓香不能少。米线要想好吃离不开汤汁儿，我们这个汤汁儿就是非常非常的鲜香美味，是用纯正的牛油熬制而成的，而相对比有一些米线是用鸡油熬制而成的，我们这个原材料就更觉得是美味了。辣椒油是米线酱包中不可或缺的一剂调味料，我们的辣椒油用的是产自中国最著名的贵州的干辣椒，用这种干辣椒榨出来的辣椒油颜色纯正，味道鲜香。这么健康、营养、暖胃、实惠的一袋米线，就像咱东北人实诚的性格，不掺假，不糊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就这样做好了。不瞒大家说，现在满屋都是米线的香气，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尝一尝了。米线入口特别有嚼劲儿，米线的香气结合着调料的麻辣鲜，味道特别棒。不想错过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北斗融媒微信公众号，点击页面下方的北方嗨购就可以下单了。接下来啊，还是来说吃，这位啊就有点意思了，爱吃好东西，但是不该错过的都错过了。12月10号，在大连，一男子在12元的自助水饺店吃了100多个饺子。你可能会想了，哎，这可真是个大胃王啊。其实不然，这100多个饺子啊，他并没有全部吃光。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随便吃，但是不能浪费。然后这个人呢来了，就是一盘接一盘的吃。开始的时候啊，就觉得挺有意思。这家真能吃，因为平常的时候都是30-50个、50-60个，最多的能碰上70-80个的，很少。但他能看到100个。但是等他吃完要走的时候，发现盘子里剩的全是饺子皮，然后就非常生气，辛苦包的饺子吃多点就无所谓了，赔就赔点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厚颜呢，这么浪费呀。然后来就说两句声，解解气儿。就多给了一份钱也就算了。自助餐啊，你是可以随便吃，但不能浪费，老板说的特别在理。
有些人啊就是这样，只要是吃自助餐，他就有那种一定要吃到撑，一定要吃回本钱的心理。那仔细想一想啊，这绝对是损人不利己的浪费行为。就刚刚这位，他一口气吃了100个饺子馅，你说这饺子要是没了皮儿，那还有灵魂吗？吃着除了有那占便宜的味儿，怎么都不香了吧。好，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为庆祝玉田珠宝成功上市，玉田珠宝店特推出长长久久千金送万家活动，厂家特意拿出100套金首饰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在还在震撼，现在只要打接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玉田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一款新型镂空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龙凤手镯，男士貔貅手串，足足6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首饰足足6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此次活动破例不按市场价格定价，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说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玉田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新型镂空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福字金戒指，男士霸气大福金戒指，女士龙凤手镯，男士貔貅手串，足足6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6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更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但只有100套，只有100套，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的每一件首饰都有国家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你到我们的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呢只有100套，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新型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龙凤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恢复备案，未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好，接下来我们浏览一下国际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近期，欧洲多国疫情形势恶化，各国政府相继调整并收紧防疫限制措施。然而，此举却遭到部分民众抵制，一些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甚至还与警方发生冲突。
当地时间12号，斯里兰卡国家宝石和珠宝管理局的专家对一块单体蓝宝石进行鉴定，结果确认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蓝宝石，重达310公斤。西班牙拉帕尔马岛老昆布雷火山已经持续喷发了85天，目前已经摧毁了约3000座建筑，熔岩流覆盖面积超过了1000多公顷，给当地旅游业和种植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连日来，巴西巴伊亚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持续遭到暴雨袭击，近50个城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截止到目前，巴西官方还未公布受洪灾影响的总人数。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气象观察员昨天拍摄的美景吧。我是高一聪，第一时间，明天见。